今天是9月1日。1938年的今天，八路军大青山支队进入大青山腹地，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大青山位于绥远省阴山山脉中部，横跨内蒙古高原，成为由塞外进入华北的天然屏障。1938年5月14日，毛泽东主席指示八路军在平绥铁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至关重要，要迅速进行部署。八路军第120师决定以第358旅、第715团及师直属骑兵营一个连组成大青山支队，由李景泉担任支队长兼政治委员，姚哲担任参谋长。7月29日，大青山支队由晋西北的五寨地区出发，向大青山进军。8月下旬，大青山支队经过雁北、长城内外行军作战20多天，通过日本侵略军的数道封锁线，突破敌人的层层阻击，到达蛮汉山地区。支队主力由李景泉率领向大青山腹地进军，同时由姚哲率领715团第一营在平绥铁路以南，以蛮汉山为中心开展抗日游击战，以保障大青山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联系。9月1日，大青山支队主力越过平绥铁路，胜利抵达大青山腹地的武川县、大滩、干沟子一带，并与在当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蒙汉人民游击队取得联系。9月3日，大青山支队袭击桃林城的日伪军，打响了进入大青山地区后的第一仗。9月10日，大青山支队又奔袭了包头东北石拐镇的伪蒙军。10月上旬，大青山支队又袭击了陶思号、苏安盖、毕克奇等车站据点，直逼包头和归绥，打开抗日局面。大青山支队经过3个多月的作战，初步开辟了绥南、绥中、绥西3个抗日游击区，建立了具有政权性质的绥蒙总动员委员会，初步建成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使晋西北根据地扩展成晋绥抗日根据地。1938年12月，大青山支队主力奉命挺进冀中，同时留下4个连及独立第4支队，继续坚持大青山地区的抗日游击战。大青山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对于坚持绥远抗战、掩护陕甘宁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侧翼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大青山因为坚持敌后抗战而名扬天下。